一颗普通的大白菜，它能变成什么？到了他白一凡手中，会变成清气缭绕的灵枢。凭借这颗大白菜，人生的第一桶金就赚了八位数。燕国流云城街道上的行人来来往往，今天的万宝楼正举行着一场特殊的拍卖，其中就有五行圣地流传出来的功法。有些人却对此表示猜疑。人族十大圣地出来的宝贝，哪怕是黄阶低级，都够吊打流云城的武者了。抢到就是赚到。不过对面看台上的那人可是流云城富甲一方的林家公子，谁能抢得过他？ 林云凯，林家大少爷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万宝楼的纳兰掌柜上前表示，拍卖马上开始。黄阶高级功法《搬山诀》，传自五行圣地，起拍价三十万金币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万金币。刚开始，下方的人群就将价格抬到了四十万，大气的林云凯更是出价三百万，翻了十倍，人群顿时晋升。还是去小孩那桌吧。纳兰掌柜询问有客官加价吗？原本安静的人群中，一道声音响起：三千万，应该没人要加价吧？路人惊呆了。 翻了一百倍，几乎能买下一个流云城。林云凯的脸更是凝成了苦瓜。哪里来的臭小子，敢在自己眼皮底下抢东西？纳兰笑脸相迎。若是没有人要加价，那就是这位出价三千万的公子中标。一旁的管家提醒林云凯，这次来的目的，莫要意气用事。一锤定音，双方成交。路人见状，应该没他们的事了，纷纷准备离去。掌柜的却让众人留步，拿出了今天的压轴宝物——登天令，两百万金币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。路人们没想到。 居然会是传说中的登天令！林云凯来万宝楼的目的就是为了登天令。若想和城主府的希儿姑娘结亲，必须得搞到手。作为外来人的白一凡自然是不知道这个东西。身旁的兄弟告诉他，凡人想进圣地十分困难，需年纪二十以下，资质达标，修为达标，且通过入门考核。该令是圣地长老游历时赐下，可以免去种种条件，直接进入圣地修行。白一凡了然，这么说相当于免考通行证喽、哦。林云凯一脸得意，乡下来的暴发户一下挥霍三千万。 登天令都不知道，那我就只好收下了。他正打算出价五千万，万字还没说出来，白一凡直接报价一亿。没想到，真是万万没想到。纳兰看到这条肥鱼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成交了。路人纷纷留下鄙视的眼神。纳兰微笑着走到白一凡身旁，问他怎么结账。万宝楼不接受欠条和分期哦。白一凡让他先找个雅间，数目太大，需要准备准备。另一边的林云凯眉头紧皱，让属下去摸摸底细。房间准备好后，万宝楼的人候在了屋外。白一凡也终于能开始了。 他将手上的戒指摘下，缓缓抛入空中，戒指在空中旋转，叮的一声，一道光芒亮起，白一凡的服装发生了改变，周围的环境也不一样了。没错，他现在拥有穿越两界的能力。那天他只是在出租屋做饭的时候，不小心割破了手指，血恰好滴在了祖传的古戒中。再一转眼，人就穿越到了这大陆上，强者飞天遁地，弱者仰人鼻息的玄幻世界。更令人神奇的是，手中拿着的大白菜也变成了高级的灵草。 就这样，简简单单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，靠的仅仅是一颗大白菜。他是一个送外卖的，喜欢给别人免费配送装备。经过一个月的实验，白一凡才弄明白了这片大陆——万古大陆，分为东川、南荒、西海、北原和中州五个主要区域，还有万古魔坑、仙墓、灵虚洞天几个独立禁地。南荒和西海是妖族地盘，魔族盘踞万古魔坑，东川、中州和北原被人族占领，人妖魔三足鼎立，百年来纷争不断，如今也只是表面平静。 人族除了普通百姓，还有武者大行其道，其中又因灵力是否化形，分为肉身秘境和神通秘境。肉身分为七重，神通则是十重。而古界的机制也是在不断琢磨中才有了眉目。只有动植物才能穿梭，其他的不具备穿梭条件。所带的东西有严格的重量限制，平均下来二百克是极限。相反的，如果将大陆的东西带回地球，就会变成垃圾。还好古界自带换装功能，省去不少麻烦。刚刚在万宝楼，只顾着体会土豪的快乐。 忘了家里没什么东西了，还得想办法换一些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了哗啦声。白一凡循声望去，顿时有了主意。万宝楼这边，众人等了白一凡一天，有些不耐烦了。掌柜的让他们再等等。属下认为，白一凡穿着普通，根本不像有钱人，而且从没在江湖上听过，太可疑了。纳兰皱了皱眉头，显然是认同了这个说法，准备让人进去。结果门一打开，就撞了个满怀。白一凡温声细语：“纳兰掌柜，还没过年呢，可不兴行大礼。”纳兰连忙弹开。 问他的金币准备好了吗？敢占老娘便宜！若是今天见不到金币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白一凡停顿了一会儿，金币的话准备起来有些麻烦。小弟见状，果然是骗子，立马准备抄家伙。白一凡从怀里掏出一株灵草，这个东西你们或许感兴趣。纳兰惊掉下巴，这可是龙尾草，传说中对伤病治疗有奇效，无伤者服之亦可延年益寿。有价无市的灵草，白一凡继续表示，这个不够的话，还有那些智商奇效的龙尾草，能让女子容颜永驻的兰陵花。 千金难寻的无根枝，它居然有一筐，这起码价值两亿金。而这些其实是白一凡在公园里拔的野草。纳兰见状，准备将那些灵物通通买下，这肥羊可不能放过。不过一颗龙须草价值四千万金币，万宝阁最后道歉，白一凡，纳兰让他看上什么尽管挑。白一凡嘿嘿一笑，那我不客气了。最后他背得满满当当，大摇大摆地从万宝阁走出，先拿一部分，剩下的一部分下次再来拿。小弟十分不解，纳兰微微一笑，这叫长远投资。 能拿出那么多天才地宝，反而当垃圾一样对待的人，能是什么泛泛之辈？另一边，白一凡刚走到半路，就碰到了劫匪。白一凡也不惯着他们，开口就骂。劫匪纵身一跃，一刀劈来。白一凡使用古界的能力逃回地球。劫匪劈了个空，装备掉落一地。幸好穿梭次数还没用完，不然就凉了。他仔细想了一下，这次有些欠缺考虑，太过张扬。更何况自己没有自保的能力。虽然他之前也尝试过，但万古大陆的功法晦涩难懂，根本无从下手。 可是当他打开手里的搬山诀，里面的样子却和万古大陆看到的不同了，内容变得非常简单。看来只要将功法带回来，学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那自己这个绝世高手当定了。搞这么浪漫的英雄救美，作者你不要命了？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是作者特殊照顾的石头。一拳出击，岩石被轻松击碎，石头很难过，躺着也中枪。白一凡很满意，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表演空手碎大石。 通过从地球带过来的食物进行调补，他的身体更加强壮了。刚刚那一拳足足有两千斤臂力，虽然身体看起来只有淬体境入门，但实力足以媲美那壮境武者。这样也算是正式进入了武者世界了。不过之前曝光了脸，还得继续努力。正畅想着自己的未来，突然听到一阵救命声，白一凡赶去，看见一群人被狼群围住了，野狼发出低吼。 来了一首，别看我只是一只狼，因为唱得太难听，小女孩摔倒在地，野狼立马向她扑来，然后轰的就是一拳砸在野狼的身上，小萝莉及时被救下，大灰狼难受，设定是没咬到呢，还白白掉一嘴牙，村民纷纷转过头看去，狼群一声叫喊，似乎被惹怒，白一凡一脸轻松，正好全部干趴下，狼群很给面子，白一凡准备好了就开始攻击，只见他怒吼一声，一拳轰出，狼群招架不住，全部被掀飞，一个个重重摔在地上，战斗分分钟结束，头也不回。 就是这么自信，他告诉众人解决完毕，村民一个接着一个夸赞起来。几天后，一处小村庄里，白一凡化的伐木工，开始了切割工作，咻咻两下，大树被砍倒，而附近同样的树木也一棵棵倒在地上。穆若若从一旁走来，给白一凡递了一杯茶，向他表示感谢。有了这些木材，村子里的新房子就有着落了。白一凡觉得没什么，都是小事。想起救人的那天，为首的那人是穆家村村长的儿子穆铁。 因为白一凡从狼群中解救了村民，他们准备报答白一凡。看着白一凡没去处，于是穆铁邀请他去穆家村。村民们十分热情，白一凡没多想就答应了。正好修炼搬山诀，经过几天的砍树修炼，他从淬体境突破到了断骨境巅峰。但最近实力增长似乎没有以前快了，看来是修炼遇到了瓶颈。内壮境，顾名思义，修炼五脏六腑，使内脏变得强大。搬山诀上说，食用高级妖兽的内脏对突破有帮助。不过白一凡的内心是拒绝的，但为了更强的修为。 他还是打算从地球买些内脏来补补。另一边，木铁大叔准备好了货物，准备出发去集市。看着无所事事的白一凡，木铁大叔发出了邀请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集市看看。白一凡一愣，他确实可以跟去观察观察。反派往往有着邪恶的面容，或者蔑视一切的高傲，亦或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而主角就不一样了，有外挂。又来到了流云城，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小贩们络绎不绝的叫卖声。 穆铁这次来售卖的东西中，就有白一凡打下的狼皮。慕言在一旁感谢，多亏了他，才能得到这么多上好的狼皮。穆若若拉着白一凡，吵着要让他带自己去买糖葫芦。白一凡打算等慕言收拾完再一起去，穆铁却让他们早去早回。白一凡一愣：“你就这么放心，把女儿交给一个才认识几天的男人吗？”穆若若手拿糖葫芦，两人原路返回，没一会儿便看到了前方围满的人群，中间还传来求饶声。待白一凡扒开人群，穆若若突然眼神一变。 一群侍卫正在殴打穆家兄弟，因为是普通村民，只能被迫挨打。穆若若十分伤心，哭着就向前冲去。穆铁让他不要过来。一名侍卫见状，立马就准备将他踢开。白一凡这时闪亮登场，咔嚓一声，侍卫的骨头被捏断，向着身后倒去。白一凡一阵嘲讽，士兵倒在地上破口大骂，吩咐弟兄们一起上。结果白一凡三下五除二。 左一个倭瓜，右一个宝宝，分分钟结束战斗。刚刚还在口嗨的士兵连忙求饶。站在一旁的光头男将一切看在了眼里，没想到这么年轻就到了断骨境。另一边，白一凡还在问事情发生的原因，穆铁在一旁劝阻：“这些是城主府的人，他们惹不起。”白一凡了然，看样子事情不简单。穆若若询问着二叔的伤势。刚刚的光头男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他是城主府的侍卫统领周恒。他表示有个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他家小姐的座驾，活该被马踩断腿。 身后的穆力立刻反驳，明明是马车失控才撞了颜叔，然后问都不问，开始打人。穆铁继续劝阻，让他别说了。紧接着，他跪在地上，向着轿子中的人道歉。白一凡眉头紧锁，自古民不与官斗，怪不得穆铁不想招惹。轿子中探出头来，正是城主府的大小姐兰心儿。她二话不说，就让周恒把他们的腿砍断，以儆效尤。众人没想到这位大小姐如此歹毒。兰心儿邪魅一笑。 你们失去的不过是一双腿，而本小姐失去的可是游街的好心情。周恒听到命令，立马准备动手，一个大砍刀顺势劈下。白一凡之身上前，仅凭借一个左手就将大刀挡下。周恒满脸惊讶，反派气急败坏，发出尖锐报名声。世界如此美好，你却这样暴躁，这样不好，不好！白一凡一掌拍出，周恒被这一掌惊到，看似普通，却暗藏玄机。如果没躲开，后果肯定很严重。 他猛地向后一退，与白一凡拉开距离。主角就是主角，随随便便就能吓退敌人。若若担心的望向白一凡，眼泪哗哗的流。蓝心儿眉头一皱，没想到有臭小子和自己作对。另一边，白一凡攻势迅猛，一拳接着一拳。周恒拿出宝刀抵挡，结果砰的一声，因为宝刀和主角不沾边，一拳干碎。预料之外，白一凡比他想象中还要厉害。宝刀没了，只能用手臂格挡。白一凡不禁疑惑，周恒贴心的为他解释，手上的铠甲是城主的赏赐，刀枪不入。可是话还没说完。 白一凡不按套路来，一拳打在了他肚子上，周恒摔倒在地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一旁的侍卫连忙上来查看情况，就连一旁的路人也拍手称赞。周恒咽下这口老血，他还没受过如此大辱，不服气的爬起，准备再战。血气外放，武技展开。白一凡一阵狐疑，这是他没见过的招数。瞬息百拳，狂狮拳，两人你来我往的过招。周恒亲切的做出解答：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武技都不知道，班雪境初期，难不成还拿不下一个断骨境的小子？ 可惜周恒高估了自己，更是没能看出白一凡的真正水平。又是一拳，时时打在了脸上，看样子要破相了。梅开二度，周恒又摔了回去。小弟一个个上前查看情况，这次是真的被揍惨了。穆家众人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周恒直到晕倒也没明白，连武技都不会，为什么会这么强？若若跑到一凡身边，问他有没有受伤。白一凡摇了摇头，看来从地球来的身体，在这个世界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，实力早就超出了目前境界的数倍。蓝心儿看到自己的部下被打趴。 气愤的让人回城主府调兵，势必要将他们都抓起来。没倒地的侍卫纷纷领命。穆铁有些着急，若是官兵来了，他们全村人可没好果子吃。进了地牢，根本不可能完整的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那兰柔乘坐马车出现，一声轻蔑的笑声从轿子中传出：“兰大小姐真是好大的官威啊！”众人纷纷扭头看去，那兰柔微微一笑：“当街马踏平民，草菅人命，滥用官权，这燕国难道易主了吗？改成你们兰家人了不成？”高级的视角往往只需要普通的角度。 那兰柔和兰心儿隔窗相望，虽然没到仇敌的地步，但也互相不待见。为了防止兰心儿没听清，那兰柔把刚刚的话又说了一遍。她也不管兰心儿的脸色，走到了白一凡面前。若若刚刚听说他是万宝楼的掌柜，那可是流云城最大的商楼。不过一凡哥哥怎么会认识他？兰心儿眼见如此，开始嘲讽那兰柔认识的是一群刁民。那兰柔立马回怼：民乃国之本，兰大小姐身为流云城大小姐，却整日称呼百姓为刁民，不知道传到王城中会不会引起非议？兰心儿一听，你是在威胁我？ 那兰柔眼神一瞟，威胁谈不上，但若是今天想带他们走，要过万宝楼这一关。兰心儿知道，万宝楼是燕国第一商会，底蕴强大，若是贸然得罪，怕是后患无穷。他嗤笑一声，表示今天就算了，破例放他们一次。说完，就带着自己的大部队离开了。穆家人一阵庆幸，总算没事了。那兰柔带着众人来到万宝楼，白一凡向他表示感谢。紧接着，他让人带受伤的穆家人去查看伤势。穆若若依旧很好奇。 为什么大姐姐会救我们？哥哥和那个姐姐又有什么关系？白一凡思考了一下，告诉若若，那兰柔欠他钱。若若想不通，那么有钱的人怎么会欠他钱？片刻后，那兰柔找到白一凡，首先恭喜了他突破断骨境。这个年纪的断骨境，刘云成怕是还没出现过。白一凡笑着感谢，今天要不是他自己也带不走那么多人。那兰柔边倒茶边试探，您能拿出那么多龙尾草，又怎么会深藏乡野和一群村民在一起？白一凡拿起茶杯，送了那兰柔一句话。 该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，这不该知道的少打听。那兰柔一呆，被白一凡整得没话说。说起龙尾草，他倒是想起来，那兰柔还欠他三百一十万金，也不知道凑齐了没有。那兰柔尴尬一笑，还差一些。为了转移话题，那兰告诉他新来了一批货，看中的可以直接拿走。这让他想起之前和周恒交手的时候，周恒施展的武技的确是个非常不错的技能。抬头向上，白一凡问起了武技。不一会儿，万宝楼最新到的武技就展示在了面前。黄阶低级穿山指。 白一凡没看上黄阶终极飞沙掌，太麻烦。他也没看上那兰柔依次介绍，可白一凡一个都没看上。直到剩下的最后一步影拳，黄阶顶级，他们这里最贵的一部武技。白一凡点了点头，这部看起来比较适合自己。万宝楼大厅来来往往的人流，若若坐在凳子上等待着白一凡。两人从房间走出，纳兰为他介绍着刚刚的武技。见到白一凡，若若就跑了过去。不知怎么的，他没有在客房休息。当你正准备快快乐乐的下班，这时却来了客人，你的选择是？ 若若因为担心他，所以想出来看看。就两人这依依不舍的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亲兄妹呢。说着，白亦凡从怀里掏出了一件衣服，准备送给若若。若若看到礼物，满心欢喜。纳兰微微一笑，这可是白公子的心意，特意送给你的。两人出来的时候，白亦凡看中了这件衣服，上好的盐蚕丝制成的火绣流仙裙，对女孩子非常好。若若抱着衣服，十分高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穆家人急匆匆的冲了过来。 告诉几人，二叔的情况不太好。众人来到慕岩这，大夫眉头紧皱，慕岩神情恹恹，额头流着虚汗。大夫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，若若不愿意相信，大夫能力不够，看样子只有大能出手，或是神药现世才有一线生机。可惜两者都难啊！白一凡出现在众人身后，或许还真有。 一家中药店里，小哥伸了个懒腰，终于到点了。今天的破班就上到这里，他正准备去关门，大门啪的一下被两只手挡住，小哥吓了一跳。S <S 另一边，众人都在焦急的等待。随着天渐渐黑了下来，若若也越发担心。就在这时，白一凡带着药材回来了。大夫看着白一凡手上的药，满脸震惊。碧雪麒麟花和地藏百虫草王，还有运灵七星叶，这些可都是世间万金难求的灵药啊！大夫表示没问题，保证药到病除。 若若这时注意到了白一凡的手好像受伤了，这个可真是怪自己傻了。用手把住感应门，向着小哥报药名，然后叮的一声，欢迎光临，手被夹了。回到现代，以为自己依旧是断骨境，结果悲剧了。三天后，慕言的腿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若若想让他继续休息，可他却坐不住，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二叔问道一凡，若若说他去打猎了，病人需要补充营养。白一凡这边正在和巨蛇打斗，身体被巨蛇紧紧缠住，不过他不慌，蓄力一下。 引拳出击，轻飘飘的一击，看起来没什么效果，但好戏在后头。巨蛇呆了呆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于是再次发起进攻。白一凡轻轻一笑，时间到，砰的一声，巨蛇炸开，从空中一块块掉下，内脏被白一凡稳稳接住。目前的修为，内壮进中期。大郎，喝药了，你最爱的猪肝鸡胗鸭肠腰花蛇胆汤。白一凡在森林逛了几个小时，终于批发完了一筐内脏。黄阶顶级武技晦涩难懂，想要入门，即便是天才，也要经过三个月苦练。 不过回到地球后，那复杂的秘籍变成了傻瓜式的讲解。现如今，尹泉已经圆满，还突破到了内状境后期。不过为了突破，狂吃了几天的内脏，那个味道，狗闻了都摇头。一大锅包含心意的浓汤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白一凡想好了，回去之后要让严叔也补补，尝尝弱弱的心意。收拾完毕，他准备回去前摘点果子。刚弯下身。 几道利剑从身后袭来，他瞬间警觉起来，身形一闪，躲开了利剑。既然已经知晓，就不用再躲躲藏藏。刺客一个个现身，从空中落下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人数有点多，白一凡也不慌。这种小伎俩，估计就是城主府的蓝大小姐。刺客很敬业，没有回答。总之就是有人高价买白一凡的命。为首的一人发出讯号，刺客得到命令。 同时出击，白一凡速度很快，躲下一个又一个攻击，顺便还分析了对手的修为：一个内状后期，两个内状初期，还有三个断骨进巅峰。不得不说，这买家还真舍得下血本啊！眼看时间差不多，白一凡不再墨迹，若若该等急了。修炼好的影拳还不知道效果，正好现在试试。被打到的刺客宛如身上放起了鞭炮，这完全不是正常的力度，老血从口中吐出。刺客一个个随树叶落下，完事不爽，他给人又来了一拳，眼泪那是哗哗的流。刺客捂着自己的小脸蛋。 没想到他会武技，情报上明明说他是断骨境，不会任何武技。对此，白一凡只能说这是昨天的情报，今天不一样了，情报可要实时,时更新啊！刺客清楚，以白一凡刚刚的出拳力道，完完全全可以震碎他们的内脏和骨头，但故意没有下杀手，竟有如此精准的力道控制。白一凡让他老实交代雇主是谁，说了就给他个痛快的。暗杀门可是流云城内最大的杀手组织，就算死也不会出卖雇主的消息。白一凡一阵鄙夷，没想到居然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。 说完，白一凡问他们，花双倍的价格买雇主的命，这生意干不干？刺客头一扭，专业的刺客怎么可能会被收买？可真正见到价格后，他们又改口了，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为此，暗杀门保证，刘云城不会再有杀手做他的生意。至于任务，他们会成功后再来复命。白一凡微微一笑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尝尝黑吃黑吧。思索了一番，他觉得要多学些武技，还要突破搬血境才行。